你以为这是在变魔术，实际上这是在叫大家做饼。一位美食博主发了一个做千层饼的视频，其中用到一只碗做定型，然而下一秒博主就用擀面杖将面团擀平了。那么碗去哪里了呢？看得网友一脸懵逼，评论区炸开了锅，纷纷询问碗去哪儿了，碗到哪里去了，你拿出来呀，急死我了，这碗是直接碾碎在里面吗？这个馅有点硬，牙口不好可不敢吃呀。饼不饼的无所谓，我就想知道碗是咋回事，我以为我眼花了，一看评论区都在找碗。还有人开始斥责他一个美食博主，怎么就变起了魔术，我是来看你做饼的，不是来看你变魔术的。有人甚至直接举报美食博主不务正业搞魔术，我已经举报了。看到博主迟迟不予回复，网友们都急坏了，大家不再关心美食本身，博主每个美食视频的评论区都是清一色的找碗。不过也有例外，有人竟因此爱上了博主。你是个人才，我就喜欢结交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加你了，拒绝一下。